今日我会为大家讲解点样做股票期权买卖。在股票期权下按监视列表，按右上角的放大镜，进入搜寻界面，交易所预设为 SEHK。 以下的例子，合约类别我们选择认沽，代号方面我们选择 1CKH， 然后选择到期日，我们选择2012年10月，最后选择行使价，我们选110。按左下角的加到监视列表，选择想加入的监视列表，我们选择 Watch List 1， 然后按确定。回到监视列表会有一张新的合约 CKH110.00V2， 按想做买卖的合约，可以进入交易界面。以下我们会介绍最新推出的期权链，这个界面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全面的报价，亦可以做到监视列表同样的效果。返回主页，按期权链，进入操作界面。以下的例子，我们在合约按 1CKH， 到期日按2012年10月，按上下掣可以看到更多的行使价。这里我们选110，沽出一张认沽期权，按相对的买价，可以进入交易界面。进入交易界面后，输入价格和手数，选择沽出。按沽出后会出现开仓和平仓两个选择，我们选择开仓，弹出买卖指令的详情，有问题可以直接按取消，没问题可以按确定正式落盘。成功落盘后，可以查询右下角的交易状态和仓底。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致电22776661电子交易部，或电邮至 ats@philip.com.hk。